奇，是理科太太。我可以问一个很理科的问题吗？就是你知道每个化学元素都有自己的意义吗？然后像金是很高贵，银是优雅，那铝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我不要讲。屡试不爽啊！答对了。那美呢？美式幽默，美式咖啡，差不多。那泰呢？泰式奶茶吗？他都知道哎。那凡呢？凡是有答案吗？凡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凡士林。哇，不好笑吗？工作环境压力好大。好吧，我原本以为大家会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没关系。